一分钟拖24万，快爆冬虫草。呢间系深水埗嘅渔人生分店真系唔好彩啦。琴日凌晨4点几，俾贼仔撬开电闸个盖。虽然保安公司即刻报警啊，不过贼仔好知定，唔使一分钟就偷咗几两冬虫草同少少燕窝，足成24万噶。差人去到已经太迟了。荔枝角道呢间铺摆咗好多名贵药材，最贵一两要成18000蚊嘅冬虫草，为咗保存都会摆喺雪柜。差人估啲测试前踩过线，就算有闭路防盗阿栏，卷闸嘅开关掣盖掩有双重锁头都冇用。上个礼拜四，旺角一间药房亦俾快闪贼偷咗10万现盏，有专家就建议老细可以帮个电闸加装节电感应器，即使俾人撬开个掩，都即刻断电，开唔到闸噶。